罗马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九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罗马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九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而且神的应许永不落空。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了，既然神的应许永不落空，那么为什么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竟被神所弃绝呢？保罗在这就把神拣选的心意再一次说给我们听。第一，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乃是说，在神的眼中，他所看重的从来不是人的外表与家世，
而是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你们若是神是看外表，那么今天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就毫无机会得蒙神的恩典。然而感谢神，我们的神并不偏待人，他也不按人的外貌待人，他乃是看人的内心。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里面这样说：你外面做犹太人，并不是真的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是在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第二，因为从亚伯拉罕生的也不都是应许的儿女。其实亚伯拉罕有好多儿女，但唯独以撒才是神所应许的。为什么只有以撒才算？因为以撒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他自己的时候所给亚伯拉罕的儿子。当亚伯拉罕在还没有以撒以前，他曾经用自己的方法把他的仆人当成儿子，他与夏甲生了个以实玛利。但神对他说：我要给你的后裔啊，既不是你的仆人，也不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听见有点纳闷，那还有谁呢？我与撒拉都已经停止了生育的能力，哪里有可能再得一个孩子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撒。以撒就代表了神的时候，神的方法，不是人的想法，乃是按照神的主权。第三，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被弃绝的原因。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但是神应许若要成全，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甚至也不在于你我今天是否受过洗，而是在于一个人是否顺服神的带领。一个顺服神带领的人，必能够得享神应许一切的恩典。弟兄姐妹，你今天愿意做这样一个顺服的人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不偏待人的神，你的应许永不落空。求你给我们一颗顺服你的心智，使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能够寻求你的心意，并且顺服你，好让你的应许成全。感谢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愿上帝祝福你。